薛家强，前红英坐馆，冇做坐馆之后，去咗泰国搞毒品生意。红英就散咗，总之而家边个出得起钱，我咪帮边个啦。你个艳仔，我仲会信你？我做卧底，搵条命嚟搏噶，到头嚟咧，俾啲自己人屈翻转头。阿仙啊！ 你係我 handler， 我同你拍，我觉得好安心。别枪持，比我想象中仲更加得人惊。如果你个目标系庞浩洋，将来好有可能我哋由朋友变成敌人。只可以知道阿丁下落，我未当错。我不负所望。 将佢女警杀死，就算判咗你条命，我都一定冇错。我哋全世界知道长兄唔系只系姓魏噶。有咗 SIA， 我就可以做我想做嘅嘢。如果班人真系嚟报仇嘅话，我拼咗条老命都会保你。你唔好死啊！ 所有人都係承受到一個卧底背負嘅嘢。